好，大家好，我是 Man 周文志。今天我们很开心有一位牧师来到我们的当中。他呢很特别，他不单止是一位牧者，他还会是好像一位的诗人。他懂得写这个诗词的。我为大家介绍今天就是李鸿标牧师。大家都好，平安。李牧师都认识了你一段长时间的了。跟我跟你認識裏面呢，其實我一直都沒有問過你的問題，就是你怎樣信耶穌，以及你怎樣會成為一位牧者的呢？我信耶穌就沒有什麼很傳奇的，就是在教會學校讀書啦，然後在那裡信主，小學六年班我就受了洗，接受了洗禮，跟住落嚟咧，咁我都一路都諗住係要做老師嘅。但係喺我中五嗰年咧，我突然間就上帝就呼召我，佢話你要全時間即係做傳道。我就聽話啦。但係後來咧，我喺呢個夏令會立志獻身做傳道，去到後期我仍然都喜歡教書，所以我就即係冇聽即係上帝嘅話，好似約拿咁啦，咁啊走咗去教學啦。但係一路教學呢一個嘅我哋叫 calling 咧，呢個召命咧，都冇離開過我。直至到我有一年就諗住去讀呢個嘅兼職兼讀神學，嗰個教務長就問咗我點解唔全時間嚟到讀咧？就呢個問題，結果我就真係全時間讀咗神學，八一年讀，八五年就畢咗業啦。感恩嘅喺呢一個嘅信主嘅過程裏邊，喺教會認識咗太太啦，後來就生咗即係一個嘅仔，我係得一個仔啫，是这么多了。好了，你就由老师就转变了成教师了。这两个师都是 很有教化 的,、那個、的功能的。约拿就跳上船了。你后来牧者做牧师之后，好像你又跳了去另一个地方，是吧？跳了去另一个地方。当然牧者呢，我的经历 都很多的。主要就是我不知道上帝怎樣安排，但我每一個的轉變呢都很特別的。我第一間服侍的堂會就是信義會鑽石山堂，現在拆了的了，就搬了去南昌村。在那裡做了五年，跟住就去了道星出版社做社長。做社長又是五年，真的咁啱喎，即係上帝好像夾定咁樣。然後就去了屯門一間叫信義會尊聖堂嗰度做主任牧師啦。做了九年啦，那個就即係長咗少少。上帝又呼召咗去做三福。係啦，就是在香港三元福音培訓部道嗰度做總監啦。做了四五年。臨退休前，我就去了一間叫南亞路德會靈恩堂，那時候是2016年，都是即係六年前的事。聽你教師跟住牧師，然後你就在三福裏面有一段長時間的服侍。三福都大家都知道，其實三福就影響到很多人嘅。在三福的過程裏面，其實在那個訓練都是感染到很多人。但我又知道你最近你就不只是三福那個的事工，你還是寫詩詞歌賦的。有什麼誘因令到你會是在這個詩詞的那個發展裏面是有這麼多感人的作品呢？其實都很特別的，因為基本上我是教英文的，我教書的時候，但是呢，當然我們是中國人，我都很喜歡鑽研這個中國的文化，就在那裡呢，我自己發覺到原來詩詞甚至是詩歌其實對我們的信仰
都有很大的影響，特別咧係易上口啊，啊易記啊，咁咁於是乎，如果我講咗呢啲詩詞出嚟，咁啊啲人有反應嘅話咧，就更加好啦。我好記得我第一首詩詞咧，就係同苦難有關嘅，就係苦難當前，心仍安。風吹雨打亦不慌，靠主可化愁為樂，軟弱更可變剛強。我後來改了它，我雖軟弱主剛強，我甚至呢改埋配埋曲，唱得出的，是的，苦難當前心仍安，風吹雨打亦不慌，靠主可化愁为乐，我虽软弱主更强。哇！这个真系我放到系容易啲去感染到人咯。系明白，但系大家知啦，香港嗰个文化背景里边咧，即系诗词都系比较冷门嘅嘢嚟嘅啊。咁你有呢个取向咧，又系成为你一个好似一个艺术创作嘅媒体啊。咁其實背後咧，嗱，你正話提過啦，嚇，咁呢個當然係易上口啊，啊，同埋容易去牢記。仲有啲乜嘢嘢嘅一啲，你覺得必須係要咁做嘅咧？其實咧，頭先話詩詞配埋詩歌，我仲想補充多一樣嘢咧，就係可以配埋呢一個嘅繪畫嘅。哇！啊，我諗因為咧，我自己都請咗一位弟兄，他有個標誌嘅，我叫李洪標嘛，佢叫歐陽勁標嘛，犀利，雙標合作，一箭雙標，係啦，咁所以咧就非常之好。係，我頭先嗰首嘅詩詞咧，我直情請佢畫埋畫，咁透過佢嘅畫，亦都可以將呢個詩詞個內容咧襯托出嚟。咁當然咧，呢個詩詞背後其實好多聖經，係嘛？明白。就好似頭先講嘅，所以我自己會覺得，詩詞嗰個作用，除咗意記，仲有可以好多嘅發揮。特別配合埋呢個畫之後咧，配合埋詩歌之後咧，我發覺到咧係相得益彰。係啊，哇！阿牧師你都好犀利喎，即係你三飯俾你玩曬，嗱，寫詩詞，你仲唱得出嚟嘅，跟住仲有畫面。哇！即係聲色俱備，咁我覺得呢個咁樣嘅方向咧，我都好驚訝啊！因為其實我哋都知道，你如果出咗一首靚嘅詩咧，係能夠感染人心咧，讓人可以寄情於詩，係嘛？即係好多時候我哋啲昔日啲文人雅士係嘛？即係寄情於詩，又可以寄情於音樂，寄情於畫。咁而你嘅作品又帶住上帝嘅信息，直頭係寄情於上帝。咁呢、这個咁震撼嘅畫面咧，我相信阿牧師你會繼續喺呢個咁樣嘅藝術創作裏邊咧去發揮嘅喎，係咪？冇錯，其實頭先你講個藝術，即係我雖然唔係一個藝術家，咁但係我而家當你係㗎啦。感恩咧就係因為由於我鍾情於詩詞啦，又可以用詩歌啦，頭先講到咧，其實音樂其實真係帶有一個種好大嘅能力，亦都可以將呢個嘅真理咧，即係講得可以話咧係更加嘅入心入肺。咁當然加埋嗰個嘅畫，我自己會睇。當我睇住幅畫嘅時候，其實佢有無限嘅想像空間。係啊，你從事藝術你就知㗎啦。係啊，咁我完全同意啦，因為其實喺藝術嘅領域裏邊，都係一啲好軟性啊，同埋係一啲容易令人舒服啊嘅一啲嘅狀態咧，去接收嗰啲嘅信息嘅啊。無論你唱出嚟啊音樂，或者係一首詩詞啊，一張畫啊，或者一個雕塑，咁我就知道你喺詩詞嗰度就用好多心機啦啊。亦係有好多嘅創作啊！咁喺詩詞裏邊咧，我相信你嗰個發揮咧係好無窮盡嘅，會唔會咧？嗱，其實真嘅，我同歐陽勁標弟兄第一次嘅合作咧，就要數翻好多年之前，我嗰時仲喺道星出版社做社長，咁我就寫咗一年六冊嘅，即係六本書啦，就叫每周恩言。我就將聖經嘅金句。即係我認為好嘅金句，
我就將佢一個主題一睇，一個主題咁樣組合埋一組。咁然後咧就將每一句金句裏邊嘅內容咧，就透過一啲問題，即係去演繹佢出嚟，幫助人去默想。咁但係我亦都請咗歐陽敬彪弟兄咧，就畫咗啲嘅即係畫，嚟到去將嗰個真理帶出嚟。咁我發覺到啊，當時好受歡迎啊。咁我後來咧就索性把心一橫，我話不如咧，既然咁受歡迎，唔好停啦。咁我就喺2006年咧，我又同阿歐陽敬彪弟兄咧喺基督教周報嗰度咧，就一年53個禮拜。咁就我寫四句，我叫金言啦。佢咧就將呢四句就將佢畫成即係好有意思嘅畫。咁於是乎，我哋呢個配搭就展開咗，即係一個即係另一段嘅路程，就影響到更多嘅人喺周報嗰度。咁但係我發覺到原來上帝咧係唔係叫我停咗喺嗰度？喺今年咧，我竟然出咗一本書叫做《雀鳥金言》，就係將2006年成年刊登過嘅啲畫咧，就將佢輯成一本書。咁當然咧。是重新的製作，上埋色啦，然後跟住咧就將呢四句説話聖經裏邊有關嘅嗰啲嘅真理咧，將佢寫埋出嚟。這個好精彩啊！我都睇過嗰本書啊，咁我都覺得好受用。受用喺邊度咧？就係其實佢可以好簡單咁樣樣，讓人可以用朗朗上口嘅嗰啲嘅詩詞，同埋最重要係配埋啲歌之後咧，咁人係容易記嘅。其實阿牧師那個方向咧，已經你係將一個嘅藝術同埋嗰個嘅信仰咧，將佢連結埋一齊嘅咯喎。咁喺呢個部分咧，你有冇啲好獨特嘅主張咁樣啊？即係藝術同埋信仰嘅元素加埋嘅時候。其實咧，我自己嗰個方向咧，就係好簡單嘅啫。係，就要讓聖經嘅真理，能夠深入淺出，係咁帶出嚟。又讓人容易上口，又容易記得在心裏面。我舉個例子，譬如詩篇23篇，本來都夠短的了，我們很多弟兄姊妹都識背，但是若然將這個詩篇23篇變成四句，我叫做金言，主是善牧，常施恩，我靈甦醒，宜路行，縱過幽谷，仍不怕，永居主殿，最安心。哇！我頭先話，梗係揾阿敬彪，即係配埋畫啦。咁我自己又配埋曲啦。咁呢個好感恩嘅喎。我唱一次俾你聽啊。主是山木常施恩，我靈甦醒宜路行，縱過幽谷仍不怕，永居主殿最安心。咁我將佢喺講到嘅時候，即係就用呢四句嚟到去講。咁於是弟兄姊妹聽完之後，最單度收到呢四句啦。係咯，咁真係唔簡單啊！詩篇23篇唔長唔短之間啦嚇，咁你將佢輯成四句，咁嗰個功力真係要好深厚喎啊，牧師。感恩啦，我覺得呢啲全是上帝嘅恩典啦。係啊，係好，感謝主啊！咁我相信喺信仰裏面，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演繹嘅媒體同埋元素啊。咁都係嗰句咧，我哋即係對住咩人就做啲咩人，嗱總要救些人。我自己咧就攞個收過呢本書之後咧，我都同阿牧師講咧，我會喺教會裏面咧係會送俾一啲嘅長者，喺長者團契裏面咧俾佢哋可以去流傳。咁我就知道你嗰本書咧就啲字大大隻咁樣啦嚇，咁我相信咧就喺嗰個我哋喺嗰個金靈嘅牧養裏邊咧，其實嚇牧師呢一本書咧應該就好受用嘅嚇，好多謝牧師啦嚇，今日咧就同我哋去講佢嗰個嘅成長，成為一位嘅牧者嚇，咁啊跟住點樣去喺佢嗰個唔同嘅教化裏邊嚇進入三福。跟住佢就喺退休嘅階段裏面咧，又可以有個新嘅搞作，就係原來佢係寫詩。今日咧就李牧師係詩人嚟㗎，你已經個詩字已經要改寫㗎啦
咁好多謝牧師今日咧就上嚟分享佢嗰個嘅經歷啦啊。咁咧嗱，大家留意下一集仲更加精彩，就係睇下牧師佢點樣喺佢未來嘅日子裏邊，點樣喺個詩詞嘅發展裏邊更加多一啲嘅好芙蓉風雅啊，同埋就係點樣去成全啊咁啊。咁下一集大家留意再繼續收睇啊，多謝大家。